穿短袖，但今天其实外面温度也蛮低的，我一直在流鼻涕。你怎么说啊？耶。来，给大家倒一杯啊，放这边。干嘛？要我炒啊？跟他帮我炒啊，我会个锤子。哇，泡菜饼儿，噔，先吃个，哎，是软的，不是那种很脆的。酸酸的，就那种很软的鸡蛋饼，那种在里面放完泡菜的感觉，酸酸的。不喜欢吃醋，我从来不吃醋的，我是一个不吃醋的男孩子。好浓一股芝士的香味。美女，给我个手套可以吗？戴手套吃炸鸡是对炸鸡的尊重，你懂吗？哇，吃这个炸鸡，你知道第一感觉是什么吗？因为它上面撒了太多的粉了，刚才一直一粉，但是它很好吃，很鲜很。好烫。专业的脱骨选手，他分量好少，他只有五个。那你四我一好。哎，良心发现了。嗯，哇，就是我哪一期视频我那个脱骨没有脱很干净后，我回家苦练脱骨技巧，今天我终于能把每一个鸡腿的骨头脱得干干净净。你看，我还点了一份炸酱面，吃韩料怎么能不点炸酱面呢？啊，不过炸酱吃韩面汤好多，你们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湿点的，还是比较说干点的？有钱的一定多买几个脖子，他们都说我吃面费坨费脖子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面它汤太多了，都不像炸酱面，甚至有点像一碗汤面。你们现在招员工吗？现在不招。啊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可以吗？我虽然炒这个东西不在啊，但是我对吃的很在行，就别人吃剩的我也可以吃的，不然扔掉多可惜啊。可以收拾吗？好的，谢谢。为什么我的更好吃一点？因为你的好看。啊，他因为都是素炸鸡海苔吗？你没有加海苔吗？我们经常吃海苔。好烦啊，塞。啊，关注我们团。谢谢。你们觉得我这人比视频瘦一点点？你们不说话的样子好冷漠啊。你这个问题搞得我们很尴尬，反正你不敢让我们尴尬。对不起。不知道是说实话好还是说谎。